为了稳定公交的驾驶，农粮署用一公斤五条收缴公交来启发，还是跟他投屏东街、内部、理工、万丹同南州的蔬菜油收缴的蔬菜，造成高雄市的小农呢，来跨县市去缴公交。高雄市以前就先缴一些米头，你会提出质询，但是系包装同运输的费用，一公斤是卡拍三条的本钱，农民得到实际的补贴呢，其实无多。也按照农粮署一米公斤五元元输缴三天公交，但台高雄市三摩山输缴站是得起米天气的走农，而跨越罗农海到屏东理工去缴公交。议员朱新强指出，扣合拆除包材同运输的成本，每二十公斤的公交所得，农民其实抢存四十元。按你说，有农民呢对国对输往国公交。都落脱，哦，都再依旧，我哋可能要花六十万元的本钱。高雄市农业局总长秦勇表示，为了替纾农民节省成本，农业局已经委托当地农会先将公交收种费准，然后再统一运到屏东理工去缴。张秦勇强调，农粮署输缴公交启发。目的唔系补贴走农嘅损失，系要减少市场上嘅公交数量，本就加做得关键回稳，故所输缴嘅期限改短，数量也唔系无限制。下届新闻陈文玲高雄报道。